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In the past 72 hours, 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离机会。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，地球将于37小时4分12秒后撞击木星。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。Mayday, Mayday, Mayday！血压降低500倍是飞行生命，血压降低500倍。看来，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30年来，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，这不是简单的救援，我们摊上大事了。Warning, Earth engine system failing. Total 121 facilities. Correction, 1001 correction. 3000 correction. Correctio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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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rrection. 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。这是要在军事法庭的，你疯了吗？这么干等于同归于尽，是不能再死人了。地球上35亿人，我老婆孩子全他妈白死了。你可想好了，这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机会。快呀，快！我原来以为家在身后，现在才知道家在前面。千万要顶住！去你妈的！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，我们决定选择希望。祝地球好运。